你们加油，你们弄完了我给你发工资。你背后兜着，要不然偷的你咚咚咚的跑狼快抓走，而举着你脚。快点快点，我要去搂鱼，我腿肚子今天我当当头反。哪里当当头有鱼嘛？哪里当当头？就是往年人家我们搂脏水啊，多大个当当，舔狗是吧？那不是草草都长来疯了吗？那就是草草长来疯了嘛，那鱼也跑不出去了嘛，但是往圈子里。那你要拿把刀给草草割开了嘛？我给拿刀。哎呀，不管是的，要拿个桶桶给把水敷了才行。等等，我再穿上水鞋都。弄热的天，你穿水鞋咋的住啊？我怕你都有干娘的，我要穿个水鞋。一克还多的，前头，当当还在前头。对啊。啊。超市那很大，不要等来这里走边边上二路路口。这弄死你草，你要光脚干，你看干下去不嘛？到了嘞，我先去把这草草给你挠开，你再来。不想挠的还当当那垃圾什么？你突然不弄开，你人咋下去喊了？慢的。你螺丝剪了个圆圆，你看嘛，这草草你不割开，你冲我来到嘛，人都下不来，还捉鱼哈，嘿，哎呀，你看这草好深，哎，让我搞完这车后，你咋的？不是还弄把股水进去？来嘛，这个当当都给你清开了。那我先扶水噻，我水扶干了就。来嘛，你把桶桶拿下嘛。鱼怎么不当当不能钓的嘛，弄死你！那要不然咋裤带着鱼啊？你的啥子钱呢？你走起过来，俺弄大腿了。我把裤儿捞起，我把鱼都按那里扶。你要说这么当当真，我是捉了几回当鱼了。你捉的回数多没得？人家公捉的多大？人家公捉来回捉了几个鲤鱼，几个草鱼。烂死了，鱼打出出来了，刚好就是我停的板。你们加油！你们弄完了，我给你发工资。你要不来加油，还弄大当水要舀得赢的。嘿，你看，看脏了，浮到个鱼了。我看一下哎。还是个酒盒，弄大一个，快通通了，通通拿来。来。天的弄大点儿。弄大点儿了，不得鱼啊！哎，又有一个，这个比前两个大的。哎，你快点来捞鱼，别打错了哈，慢点，不要通通。哎。那通通的哈，鱼还没有浮到两个，圆都是满了，大部分那鱼通开的点。哎，我刚刚听到这个咚咚咚弹的噗噗噗的，这个咚咚咚觉得有大火。那刚刚水按到嘞，那可能鱼在口头多些，你水浅了那就出不来。抓到个酒盒，板的应该不是才是我，那个声音板的好大哦。你手指进去摸一下噻。哎呀，这啥子搁到我脚？快点，你看你背后有鱼啊，浮一浮的。哎，咋的嘞？咦，这个还不小，弄大个有二三两个。那边锅锅头还有几个，锅锅头，你快点拿一颗头油来。哎，锅锅那个当当头油，快点摸进去。哪里锅锅头？锅锅头，你输了点。就是那儿。哎，当真有一个。对。泡了一会儿，快点啊！你面前还有，面前面前。到处是面前，哪里面前？哎，又整了个。这些不是鱼啊，靠靠的长鸡。见狼大棍儿叫。小骨还不是鱼啊，还有没得？我刚刚还有还看到有鱼圈嘞、哎。你看，烧火老点儿，那洗干净，好生来研究一下。哎，我刚刚看到这里有个鱼，鱼圈儿。你水还得多，你该把它舀了，而且那小骨包了泥巴，给你看不到。嘿，你看，还是我草草弄的吧。你咋我一乱？狼来的那咋咋都去了，哎，才刚刚转狼，以为是喊的，不注意的嘛，都看不到。你看，我还觉得像大鱼吞，有好大吗？这怎么能大一点？嘿，今天的收获还是不少。这龙大棍儿叫烧火了这儿，你看，好漂亮。你看，我那个豆子都搂一下，搂了条黄鱼噻，还不小哎，怎么能大条？快拿上来，跑喽！他家那头还有个鱼哎，摸一下嘛。走了，娘，我一生都打湿完了，鱼一秒抓到几个龙大太阳。走噻，抓都抓完了还不完？走，打死了这个。你圆肚啊？哦，那圆肚还在地上。圆肚都不要了。哎呦，昨天我鱼没在上头，这是。俺也抓鱼。
子喽。那家来福就要给捉脏水鱼的嘛？那倒在这个水出去头。果树好多，倒出来。还有黄鳝，快点！你只要嘴着整点清凉水喂去。喂啥子嘛喂？抓两把酸菜来煮啊，又煲煲汤，多安逸。我那又是抓两把酸菜，不要你这鱼都煮得到一碗汤。你看这两份的鱼吃的安逸不嘛？我是香得很。嗯，赚大了噶你。肯定的噻。